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易经风水面面观。各位十方圣弟兄，大家午餐。今日是中华民国96年正月初二，阿昨是咱的国庆日，咱全民大家拢抱着真正大的希望，咱的国家会当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然后进一步会当共同来创造世界和平，由咱台湾来做起。所以今日面对着过去一年，咱中华民国咱的民主的改革、民主的升华，这是创造5000年来。开天辟地的民主精神，这是咱台湾2300万人的骄傲，嘛是咱2300万人的光荣。所以过去一年咧，虽然大家咧，好感觉心内有所不安，但是咱承蒙上天慈悲，甲咱加持护佑，已经拢过去啊。所以在去年咧，咱鼓励咱的同修弟子时时持念着四句偈：量天护法保众生，化解艰苦释众生，也愿人心少疼爱，同祈使世界永和平啊！使予咱世界当和平，这是咱台湾人上伟大的心。所以台湾人住在这个土地上，大家都很珍惜着这个土地，希望新的年度咱也会更加珍惜咱台湾这块土地。原来是96年咱的天运，咱的国运卦象叫做水地比，水跟地本来就相亲相扶，所以咱爱相亲相扶啊。好，相亲相扶，百姓、国家，咱大家爱共同来用心了小关怀，咱大家共同来扶助建设着台湾这片的净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台湾出去咱人生的课题，新的一年台湾的国运咱是袂歹，咱是比去年一个足好诶。因为去年是民主的过程，所产生的产物是一种好诶现象，毋是歹。若是咱若以私心来对立来讲，咱就讲无好；咱若以全局全盘来看，确实，咱中华民国，咱就开始5000年的光明，会对台湾来发扬，这是欢喜。所以新的一年度咧，相亲相扶，国家，咱的中间所有的全民百姓，咱来相亲相扶，咱的事业、公司。咱嘛爱相亲相扶，头家、员工等等，嘛是互相爱相亲相扶助。咱的家庭嘛是同款，家庭新的年度嘛是爱相亲相扶啊。咱若要个相亲相扶，咱的家庭家家户户一定会安定，咱的家庭一定会幸福、会光明，翁仔某中间。无互相人骗，互相相关怀，互相相关照，
互相站伫对方的立场来思考。我相信呢，咱每个家庭会真幸福，会真快乐。接下来，咱公司员工，咱爱知影知因。头家伊有生生世世收的福报，做好事、做善事，伊今仔日才会当伫即世做头家，伊有福报。咱甲头家一定有小约束的，啊，咱就要来创造社会的繁荣。所以，相亲相扶，咱做员工的，咱认真用心来甲公司，啊，咱的事业。家好安定，会当利益搁较济人，即你功德嘛足大诶。那么头家，啊，甲员工嘛是有约束，咱来世间搁行一段人生，啊，咱事业要创造咱的愿望，咱的社会搁自然会和谐。所以咱有遐大愿力，嘛是员工爱甲咱斗相共诶。大家共同相亲相扶，我相信呢，哈，咱每个人今年咱的经济、公司等等，一定会创造奇迹。尤其今年对水地比的卦象来看，哦，咱的台湾的经济今年是袂歹，明年也袂歹，这两年的啊财运经济在台湾来讲。是袂歹的，这两年，那么咱爱好啊团结国内啊，为了政治上诶咱的改革、民主的改革咧，当然有无共款的声音，这是真正常。但是咱唔通忘记，咱的政治的改革，吼，大家依法不依人，依这个法不依人。大家把心打开，我相信台湾经济今年开始会直直提升起来。尤其在秋天开始，咱的在这个经济咧会直直复苏。伫农历五月份开始就启动起来啊，这也是咱已经甲咱开始上天甲咱开始的啦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一记哩。咱今年的咱的国运是相亲相扶，互相相疼爱，啊，大家共同相尊重，大家共同合作来打拼，咱的国家会安定，会富强，咱的社会会和谐，咱的事业会进步，咱的家庭会幸福，会光明，才祝福各位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新的开始啊，咱的理念一定爱足坚定、足正确，相亲相扶，时时刻刻，咱爱相亲相扶。咱事业要成功的人，咱爱以事业相亲相扶，吼，咱事业一定会顺势的。啊，咱家庭要和谐，嘛是爱相亲相扶啊。咱国家要安定，嘛是爱相亲相扶啊。啊，咱若若是违背了这四字的原则，人力是差实，嘛无可能会当飞起来。啊，咱的事业嘛无可能会顺势。所以今年新的开始，咱若若是会当相亲相扶的时，咱台湾的经济一定会安定，经济安定，经济安定基础建立在相亲相扶。啊，家庭的经济要安定，嘛是要建立在阿母互相相亲相扶啊，共款的道理。尤其咱的事业体，咱若要顺势要趁钱，咱嘛要建立在所有员工大家相亲相扶。咱做员工爱知知影命，知影咱的运。咱就是过去生生生世世，咱修行行功力都无够，即世人爱阁学习到相亲相扶，来辅助咱的头家和咱的公司，好有大的成就、安定的事。
咱公司有成就，咱嘛真光荣。咱个公司个安定，一带动着家庭个安定，嘛带动国家个安定。咱三财合一，咱国泰民安嘛。这是最足简单个道理，但是要做真困难。咱真济地主啊，伫公司上班，常常有当时来问我老师，阮头家真无理。我咧讲，你无知影，你毋知影头家伊经营事业风险如何，所以你尽心尽力，你甲你个部门做好，公司就会撑起来，就会升，会升华，公司就安定。若是所有个员工呢，咱有诶不满着头家，不满安怎，当升了过去，旧历还袂到，啊有诶咧。咱家己做员工的，我想要跳槽啊，要来倒位啊，要创啥嫌头家？你干那嫌头家？你将来毋捌嫌家己。所以咱这点大家爱会晓想啊。哦，所以讲伊，咱大家爱了解，咱伫世间，逐项拢是相亲相扶，这是一定的真理。所以咱相亲相扶以后，咱经济稳定。啊，经济稳定以后呢，心灵咱就升华，心灵升华，建立在经济安定，经济安定建立在相亲相扶，这也是咱新年咱的国运，就是这三个原则。我希望咱国家各阶层，无论教育界、市容工商，咱的领导者。咱应该爱有这个观念，咱爱有这個心，提倡全民会当相亲相扶，好、哦，咱然后咱的经济才会安定，国外人才敢来投资，哦，咱若是任何一个人2300万人，咱若了解拢一个大家庭的事，咱就无应该有各种的无合理的动态。来影响到全民的心的安宁甲安定，所以各位面对着新的一年开始，咱国家内底咱政局政治嘛会照常升三升，这个政甲治咧，啊，会三升并无代表着咱国家的好有啥物问题，这是代表着咱民主的进步，但是咱。要表达咱民主的进步，咱应该有智慧，啊，以全民的共同利益、国家的安定来考量，我相信绝对无问题。所以新的一年度，咱国家的经济资源袂歹，啊，尤其经济贸易方面袂歹，海外的这叫做啊发展、人才等等嘛袂歹。哦，咱若了解的是，咱爱心爱安定落啊。哦，咱免惊，少数人的行动伫激发咱大家共同的团结，团结是真重要。哦，国家是咱2300万人的，毋是别人的，是咱家己的，咱爱珍惜。所以，咱台湾要建设要安定落。一定要对经济来安定，你要经济来安定，一定心灵要升华，就是教育。哦，咱的教育了解到咱的国家的政策，了解到咱做人处事该尽的本分，了解咱的心。哦，咱的心是啥？搁了解咱的命，了解咱的福报，了解咱的福德因缘如何，然后家己冷冷静静。所以咱毋通怀疑，咱今年咧，咱国家一定会直直好起来。尤其咧，伫5月份开始咧，咱个国家个经济也有一个突破性个，一即个经济个升华。啊，即经济个升华咧，咱全民开始个其实足欢喜个，哈，充满着哈，即个处处经济繁荣繁荣啊！哈、啊，进步的好现象拢会到位，但是全年的经济袂歹，各位放心。哈、啊，
咱心灵的升华，咱会记哩多修行，好多念佛，啊，安定自己的心，开发咱的智慧，求一个心灵的安定，求一个心灵的升华。心灵升华有智慧，经济的顺势，国家都会和谐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家庭要安定，咱的心灵要升华起来。升华就是智慧的提升，咱的见识要宽化，哦，咱的智慧要真正超越。你要超越，只有大家哈多看有智慧的人所讲的话，高精大德。或者专家来演讲，哈，或者咱的教育单位，予咱心灵上的补充，智慧的补充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，站在咱本宗门，咱基金会啊，提供这个时段，这三千天以来，咱结足济足济的善缘，啊，咱真济十方善知识。以上欧巴桑啊，年轻、中年的等等，咱今日演足是三千集的，咱已经开一个话去啊。好，台视公司甲咱斗三工，相亲相扶，来播出一个啊，一个公益的节目，真无简单啊。咱的台视公司啊，经理咧，陈泰兰经理咧，伊也尽力。来到河池，咱也足感恩您，啊，咱足感恩着咱所有的咱功德会会员六万外名诶，功德会会员每个月人100块来到河池这个节目，啊，这是社会公益，恁的100块会当予咱的社会偌济人得到这个法益，心灵的安定，然后心灵的升华，恁的功德无量。直接，我代表基金会，哈，所有的董事甲会员，哈，甲恁感谢。啊，希望咱这个时段会当阁继续直直延长到一万集，这是我所希望的。但是希望归希望，啊，事实归事实，事实伫倒位，咱爱有这个详细的内容，好，大家咧。做一个整个人生脚步的意外，这是真重要。所以各位，咱是全省到处在开课，开易经大学的课程，啊，人人学易经，大家学易经啊，做人处事会安心。所以易经甲风水是咱人生命的意外，易经甲风水。是咱社会安定的原动力，也是咱违背易经的阴阳两面的对待原则的时，那社会一定乱的。也是咱家庭、厝内风水、厝场风水、公司风水，那唔对去的时，无影你乱搞，差是嘛难背。咱真正哦，是啥物破损、上破损啊？从啥那外国地方倒来，风水唔对都唔对。恁家的代志，你讲是讲你的破损，但是你的事业败就败，未赚钱未赚钱，员工，哈、哦，做未好势就未好势，员工会受伤，等等问题有够多，你哪有可能会安定？公司哪会和谐？这嘛是相亲相扶，拍拼，甲风水合二为一。嘛是相亲相扶啊！那么咱的努力，咱若无易经来甲咱斗辅助的时，啊，你要相亲相扶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咱若无智慧，要做甲相亲相扶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各位啊，哈、啊，咱今日啊，伫台湾已经全省全国拢有到处拢有开课，各乡镇拢有开课啊。咱目的希望共同建设一个和谐的台湾，建设一个咱的安定的国家。啊，咱若了解到，咱有易经，
心法的智慧，咱有风水的基础的相信，咱的家庭，咱的稳定，事业的稳定。无你要倒去找讲有人和你斗三工，你会损失的。只有开发自己的心灵，开发自己心灵的升华起来。一旦升华，你经济就安定啊，因为有智慧嘛，有智慧你经济就安定啊。你经济安定咧，咱自然国家会和谐，国家会富强，国家会安定，这拢是相亲相扶。国家要安定，爱经济，经济要安定，爱咱全民百姓的心灵爱升华，大家爱有智慧，爱有超人，爱有超越。那无只任你满嘴的理由，你无倒去行，寸步难行。国家要平安是真困难。所以今日先从咱新年度的开始，不能以易经的真理，将圣贤、古圣先贤七千年来的智慧，用易经的真理来甲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委员呢，咱龙天护法保重生，化解艰苦释天情，也愿人心受疼爱，当期世界永和平，咱台湾安定咯。将台湾安定的成果、的庄严的殊胜，然后咱来发挥，来予世界各国，大家了解到台湾人的尊严，了解台湾人的尊贵，了解台湾人的智慧，了解台湾人的爱心。那么，咱就是和世界嘛是相亲相扶，合二为一，共同创造一个地球村。所以咱希望讲新的年度开始，一只祝福大家啦，家庭事业拢是相亲相扶，祝福大家经济安定，祝福各位大家心灵升华，祝福各位。